系，但是我们团里有一点很好，就是他不会很规定的你哪个乐员就唱哪个派，平常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包括像吴老师他们也是这样，一人兼多派。那我觉得我何尝不能这样做呢？我就为你服，你为我好嘞，我却为你在世界之上何者伟大？天地为他，何者为真？父母为真。你在家的自己，孝顺父母。出家之后呢？正经公母。却又嘞，你既知道出家之后正经公母，今日是你公母七十上寿，你为何不去拜寿啊？今日是分娘王寿诞庆，为我把关主高席，众兄嫂身上着的来拜寿，只有我独自一人休有期。我领命怎样祝福你，不去拜寿是何理？小旭之后，与他同团的小生蔡铁平可乐坏了。在之后的意向确认中，他们也和另一队选手一样配对成功。随着最后两队选手的成功配对，全部十二队选手顺利完成了这次的龙凤配配对活动。在接下来的一天中，他们可以放松心情，为自己的组合想一个名字，并推介自己。最受好评的组合将获得一枚豁免金牌，在总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面临淘汰时可以使用。随着训练营活动临近尾声，十二队选手的创意照一张张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在这一轮的评选中，陈丽雅、郑晓的嘻哈花生组合为大家带来了欢乐的同时，也博得了众多的掌声。嘻哈花生组合，因为我们的戏是好搭档，在学校里也是好朋友，但到现在一路走来，我非常开心。嘻哈花，在学校里认识大家非常不容易，希望大家能听我们嘻哈花生组合。
最终嘻哈花生组合高票胜出，得到了豁免金牌。为期三天的粤女争锋龙凤配配对训练营即将结束了，在这里他们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搭档，也和其他选手们增进了友谊，期待他们在总决赛中能取得优异的成绩，也祝愿他们在粤剧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并肩，越走越远。